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砖块的街机版。开头的动画交代了剧情，咱们的母舰阿卡诺德号被击毁了，有一艘太空船沃斯号，也就是咱们操作的这根棍儿，逃了出来，进入了一个扭曲的时空。如果咱们在这个时空当中突破这些障碍，并且打败最终 BOSS 的话，那咱们会让时间倒流，拯救自己的母舰。听起来还是一个科幻的剧情。那咱们目的就是把所有的砖块击毁，除了那种金黄色的，并且呢，打这些砖块的途中会得到一些道具。这些道具呢，比如说红色的就是枪，蓝色的 E 呢是让咱们的飞船加长，绿色的 C 是给咱们的飞船增加磁性，这样能够把能量球吸住，方便呢调整下次射击的角度。橙色的 S 是减速，让你的能量球速度更慢。粉色的 B 是一个空间门，可以直接进入下一关，等于是一个跳关的道具。然后青色的 D 是让你的能量球变成三个，灰色的 P 呢是奖命。这个当年玩过的小伙伴都应该比较清楚吧。啊，第三关是比较难的，咱们需要把球呢搓进去。因为游戏的流程是比较长的，一共是33关，所以说每次过关的时候呢，我尽量给关卡之间剪的更紧凑一点。好，第四关。第三关的话，美版好像是降低了难度，不像是日版这么难，加长了。我这关需要的是枪，不需要长度，我觉得我已经够长了。变成三个能量球呢，我总是处理不好，因为游戏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那三个能量球接起来呢，哎，这有个 B， 但是呢咱们就不吃了，因为咱们现在有枪，我还想非常爽的射一会儿。使用激光枪的这个道具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上头，上头的话呢你就只顾着自己射了，这个球保不住。好，这关大家看一下关卡的这个形象，这是太空侵略者，也是这个公司的名作了。这关其实比较难，难度在于呢时长比较长，这些灰色的砖块需要打2下，后面甚至需要打3下，所以说给个枪的道具还是不错的。但是道具之间呢它是互相覆盖制的，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个一样的效果，两个道具的效果，即使你吃到了 P， 像是奖命，它也会覆盖你原来的这个枪的效果。好，第六关了，啊，又打出一个枪，但是这关啊，怎么说呢？对，我把枪换掉了，因为大家观察一下，这关有黄金砖块，黄金的砖块呢，你用枪是打不碎的，位于黄金砖块上方的这些砖块，你最好呢是能够吃到 D， 就是让你的能量球变多，然后呢才有更大的几率碰到它们。所以说我把枪呢就扔掉了，就是刚才吃了一个 D， 但是呢能量球没有保住啊，最后只剩下一个。这个三个能量球呢我是玩不好的，那一般如果能保持住两个也就不错了。所以说我的实力呢可以同时玩两个，玩三个就费劲了。这个黄金的砖块上还有三个。好，蓝的碰到了，这个球越来越快。好，打到了一个，两个，还差一下，最后这下真的是难瞄啊。好，碰到了，第七关。第七关对面是一个球体，这关应该是比较简单，没有灰色的砖块，也没有黄金的砖块。是给了一个减速，我就不要了，减速的话感觉耽误攻略的速度。
对的，减速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啊，又吃到了枪，嗯，这样这关又稳了。但是开枪的时候要注意，第八关，你就只把你开枪，变成一个非主要的进攻手段，就是你不要在意自己这个枪啊能够打到哪儿，你就是主要是接球，然后顺带呢去开枪啊，这样就比较稳。如果你感觉自己就变成一个枪了，那这关就很难了，很容易接不到球的。好，第九关，第九关大家看这个难度，它主要就来自于黄金砖块上面兜着的哦那四个，我现在一起玩两个球，希望能多玩一会儿吧。啊，一面剩一个，好，就剩右上角的那个了，看看能不能进去。机会不太好找，其实呢，咱们存活的越久，就几率更大。好，第十关，哦，第十关这里一看呢，就是怎样把你的球呢，从屏幕的左上角打进去，这样就稳了，基本上它是出不来了，几率比较小。这个也没用，长度也没用，哎，地有用，地有用。好，变成三个，我有一个还出来了，这过分啊！好，剩下两个，看看能不能把里面清了。哎，我把它又打进去了。差一下，差一个了。好，第十一关，啊，第十一关看着难，全都是灰色的砖块，这个灰色砖块恐怕还要打三下，就是比较硬吧。这关你要说难度上，哎，给了个枪，好，那这关就是真的打砖块了，用子弹来打砖块了，就是射了，虽然对面比较硬。差不多了，看啊，主要还是接球，不要想着用你的子弹去打这些砖块，还是接球，接球的途中不停地按子弹就行了，不要刻意的去开枪。十二关感觉思路和第十关差不多，也是怎么把咱们的能量球呢从左上角那个缝隙打进去，打进去基本上就稳了。好，又给了个地，那这关真的稳了。啊，就等着有球弹到右边去了。你们三个有完没完了？去不去呀？我天，还掉出来俩。我一共三个，我完，就剩一个了，就靠他了。他如果进不去，这关就够呛了。而且这个速度也进来了。好，第十三关，第十三关呢，看起来比较简单，都是普通的砖块。敌方的这些小的单位啊，好像是太空垃圾，咱们呢可以把他们撞爆，但是他们最大的恶心之处在于，有的时候啊他会把你的球呢直接打回来，然后角度又很刁钻啊，这样就很难了啊。差两枪啊，十四关，十四关看着和第三关有点像啊，就缝隙非常小，非常紧。紧的呢你就不太好往里进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，但是这个能量球一旦进去呢，它就很难出来了。好，有两排啊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有一个上去了，看我两个一起玩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技术还成，宝刀未老啊，剩一个了，有两个，四个啊，有四个砖块是在这个黄金的砖块里边啊，这个比较难，找机会吧，就是调整咱们的接球的角度。这两下，刚刚这两下啊，谁都没碰到，满屏幕都是单位，竟然谁都没碰到，这也比较难。好，这下不错啊，
哎呀，我想吃那个磁力棒，但是呢，机会不好。哎，这两下没打到这个白的。有的时候摊道具呢，就很容易让球掉下去，就挂了。这剩一个真的难搞啊！搓一下。总被他们挡回来，刚才这下没碰到也有点可惜。哦，终于过了。哦，这一关看起来呢也是怎么把咱们的球呢扔到上面去啊，咱们先在右边挖洞。有的时候方向掌握不大好啊，变成仨了，这就很难啊，因为太近了。球感觉变快了，哦，这是一个磁性棒，能把它粘住了。枪，哎呦，枪的话，其实黄色的砖块上面拖着的，咱们打不到。这后面如果给地的话，咱们还是要换地的。好，让这个球先进去，到上面去。我们尽量先打快一点，这个地，但是呢，砖块还比较多，我再多打一会儿吧。又给了一个，我这个我想吃，但是球过来了，劈，吃到劈的话枪就没有了。这球我是打算七进七出啊，它上去了，总是够不到中间那三个。我这枪开不上去了，因为有黄色的砖块挡着，只能在下面蹭了。哎。捡了捡了捡了，这个不错，最后给了个地。这关一看呢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没有被挡住的砖块。哦，又给了个枪，那稳了。地呢就不吃了，这关还是枪更好用一点，加长也不吃，不用提醒我，够长了，我真的够长了。好，给了个地，这是对，直接过关，右边就开了。十七关是一个伞，那有三排环。哎，又给了一个过关，这保送啊，我分够，不用保送。好，咱们在右边挖洞啊，给了个枪，这关枪呢用处不大。十八关了是吗？游戏的长度一共是33关，那后面的15关包括最终 boss 的部分啊。枪的用处其实在这儿不是很大吧，主要呢还是需要把上面的砖块清掉，咱们枪也开不上去。这个地有用，好，差一个了，一个也好碰。打出来了一个减速，哦，一个跳关，捡着，溜了。因为刚才那关看起来不太好攻略，那这关就比较好打了。只要咱们在这儿呢打出一条缝，然后挤进去就可以了，基本上就稳了。这个地不吃了，吃了三个，哎，又给了一个跳关。但其实这关挺好打的，二十一关，瞄准一下，从右面进去。好，三个球，哦，三个一起玩，果然是不行。啊，最多只能一起玩两个，这是上面一个，下面一个，啊，两个都上去了，那这关就简单了，咱们等着它自己动就行了。
22关，22关看着也不难。这关呢，如果有一个枪是最好的，但实际上很多关卡呢，它基本上都会给你固定的道具。橙色的 S 是减速这种小药丸，绿色的是磁力棒，青色的小药丸呢是变成三个球，粉色的小药丸是直接过关，蓝色的小药丸呢能让你变长。你看这个游戏虽然是1986年出品的，但是它对未来的科技发展呢也做出了大胆的预测，这个就很合理啊。蓝色的可以变长，红色的呢就是激光了。这个给的有点晚了，我马上要过关了才给。23关，23关呢就需要瞄得准一点了，慢慢打也能过关。这关没有难点，它就是时长比较长而已。因为呢所有的砖块没有被黄金砖块挡住的，黄金砖块是无敌的，咱们是打不碎的。能量球是越弹越快的，所以说又给了一个跳关。咱们跳了3关了吧，但是有2关其实都比较好打。我这是富士山吗？拆富士山，我觉得泰东公司很能搞事情啊。又给了个枪，这个枪应该是一个固定道具，我感觉这关就是给咱们喘息一下休息一下，打的时候注意点咱们的能量球啊。25关呢，最上面那两排不好打，因为它被黄金的砖块挡住了。咱们需要先把下面的这个灰色的弄出一个洞来，然后再进去。这款游戏呢很多时候是有一点看脸的，但是呢如果想玩得顺利一点，还是需要你对美观打法有一个大体的预判，突破口在哪。第二呢也需要有一点技术，尤其是瞄准的技术，你如果对不准的话，这个游戏就很难玩了。上去了，3个球，这个一定要吃。上面如果清干净了，下边就没什么难度了，尤其是上层的角落里。3个一起来还这么快，这受不了受不了啊！还差一个，好过关。26关，26关，一看呢，突破口就是在上面。这个灰色的砖块后面越来越硬，早期的话它应该是2下，到最后5下才能打碎。没上去，这个有的时候就需要一点变数。变数呢就是敌方的这些怪啊，他弹你的球之后，球的弹道会发生变化。好，上面有一个口了，我就在这不动，我看看这是无限循环了吗？不能吧。敌人碰了一下，这就是变数。刚才这下很可惜啊，很容易上去的，结果被敌人挡下来。好，进去了又出来了，缺口已经有2个了。我刚才吃了一个减速，我的感觉没什么作用。好，这是个神器啊，到里边变成3个了。这关呢也是需要找到突破口。直接给了个枪，那这关就稳了。这个枪我感觉也是一个固定的道具啊，但是呢虽然给你激光了，这个激光呢
你把能量球射到上面去，然后你在下面射，上下夹击啊，这样很快就能过关。但是你也要注意，球才是最主要的，要保住它啊，在它不挂的情况之下，你再考虑不停的用激光攻击。这个球越来越快啊，需要快点打了，省着夜长梦多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啊，就到我这个年纪了吧，这个速度实在是有点顶不住。所以幸亏这关给了个枪啊，蓝色的小药丸。好，变长了。哎，我觉着我瞄这个点可以啊，好进去了，在这儿不动。咱们这根棍子呢，基本上有四个着力点，有中间偏左、中间偏右和远端的左边、远端的右边。好，这是个神器。这关最主要的就是里边的这些砖块，但里边这些砖块呢，其实还有个突破口，就是在下路这里啊，下路最中间，你可以选择从中间进去。哎，哎。那两个，这你们两个是带薪上厕所吗？不干活啊，在那儿不动。哇，三个一起来，真的，哇，好快好快，顶不住啊，顶不住。幸亏过关了，眼睛都花了。这关呢，观察了一下，难点呢就是上面那两层。大家注意看，现在右边的还没。开场的时候，咱们最好能够瞄准中间进去，这样呢，基本上可以清完一路。还差一路，差一路慢慢来吧，不急。因为实际上呢，你看还有一个点可以进去啊，就是美侧的正中间的位置。好，哎，又给了一个过关道具。这关其实并不难，咱们上层呢就剩右上角的一个。好，三十关。这关呢也是啊，我感觉给了个枪，枪这关没有大用。好，又给个过关，那快跑吧。这个跳关道具啊，一般给它就是连着给啊，但有的时候跳关道具你吃不到，就跟你的球呢离得太远了。你在捡到这个跳关道具之前，球就先掉下去了。哦，瞬间啊，三个球瞬间就剩一个了，就你无法同时兼顾三个。好，给了个激光，那这关稳了。又给个跳关，不吃了。这个不吃是有道理的，为什么呢？就小的时候玩街机游戏啊，你一个硬币啊，一个币，你都想玩的更久啊，没人想一直跳关，那就一点乐趣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这关咱们既然有了武器，咱们就不跳关了。还剩左边这侧，把球接好，这关就比较稳。还差一个，三十二关，看一下，三十二关难点主要在于被黄色的砖块夹在中间的那几个，咱看一下有几个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，有十个。好，打到一个，打到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是哦，11个。那咱们看还剩几个吧。哦，刚才这波不错啊，还剩四个。
这关简单啊，三十二关这么简单，这不是已经是倒数第二关了吗？下一关就是最终 boss 了。但是呢，想要打到里边呢还比较困难。咱们尽量呢就是把球弹到上面去，因为下层呢都好打其实。好，又碰到一个，还剩一个蓝的，这个蓝的如果碰到呢，这关就稳了。刚刚呢，我就是采用了一个固定点的打法，就是你的球落下来之后，你用偏左或者偏右来打，它的弹出的角度基本固定。那这关真的稳了，因为所有的难点都破掉了，就剩这四个块了。四个，我这太快了，我的天，这真的顶不住啊！刚才这个球疯了吗？三个球，哎，稳了稳了，就剩一个了，这真的稳了。碰到他，啊，这，我的天啊，这是我的第一次，就这么交代了。啊，这个球就剩两下，那这里呢就是最终 boss 多一。这个多一呢打起来也简单，他吐的子弹可以打到你啊，所以你在接球之前呢需要来吸引一下他的子弹。刚才挂掉了，我的天，太快了！刚才电光火石之间，我都没看清怎么挂的，好像是我的球呢打到了一个怪，然后瞬间就弹到沟里去了。这个 boss 好打，比每一关都简单，我感觉。好，他已经红了，挂了。那最终 boss 多益被咱们打败了，咱们穿越了这个时空，时光倒流救回了咱们的母舰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打砖块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